出来，简伟如这边被挡下来，还是抬杠球，感觉是想塞底线的，可是底线其实也没有。上半场的得分点，尤其在少了 Edwards 和吕继尔之后，就真的显得就是真的是比较真的缺乏一点点。哇，这球好球啊！第一时间给篮底下被封住，吴洪金、吴凯翔。哇，凯翔今天状态并不好啊，只有石头一跟吴岱豪，不过两个人加起来超过70岁，看起来就是真的上场时间不会这么多。回到两分差距，小安做球再拿回来，哎呦，给小球，这一颗球给了。你可以发现台平在这几波的进攻非常的团队啊，进攻也非常的合理，所以命中率很高。Velkovic 在一个封盖打下来 ，Velkovic 中间转身再转，传出来，找到周柏勋的插板 ，Velkovic。不需要协防了，传出来，这里是曹勋香的带个跳投得分，球队会不会用这也很重要。转身 Velkovic 换成另外一边的勾射出手打进，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的个人单打，在曹云豹这边都有很好的外线投篮能力。Velkovic， 哇，你看这欧洲来常人，他就跟美国人不一样。Velkovic。北方的单打，这时候昨天啊打斯波的哥哥啊 King Smart 打不进去，哎，对，今天打这个周柏勋，地板球给 Velkovic 要来单打戴维斯，很明显推不太进去。不过他这个附近的手感，今天抛投感觉啊，真的内容啊，还有他们的整场比赛带给台啤的威胁啊，真的是不容小觑。Velkovic 晃过了。威廉斯之后两分放进，还制造了威廉斯的犯规，把这个篮板给要回来。陈孝荣非常长的一个距离，拉波塔这次要传球的时候，哇，剩下3分钟，吉克斯交给周柏勋，掉进去 Velkovic 直接两分放进，这是他这个身高上的。吉克斯交进去，再压进去，结果这球盖到了。但是 Velkovic 决赛结束之后，到开季差不多这两周的时间呢，好球！这可能是这两天啊 Velkovic 打的最有霸气的一球。